我们都知道，游戏到了中期就会频繁进入团战的节奏，这时候如果阵容搭配的好，那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了。打团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开团能力很强的英雄，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下面就给大家说说哪些英雄才是峡谷里的开团小能手，排名不分先后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吕布的大招开团再合适不过了，只要看准后排位置，跳个大把后排圈住就可以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吕布的大配合队友使用会更好，因为稍微会玩的看到吕布大招就会位移逃离，但和队友配合命中，那就能很大几率将敌人全歼灭。张飞是职业联赛的常客，除了保护能力一流之外，张飞的开团能力也不容小觑，特别是他的大招进可攻退可守，不仅可以弹开敌方战士刺客突进保护我方后排完成反打，也可以先手控制敌方发动团战。白起的大招嘲讽是真的恶心人，由于自带一段位移，很容易打得敌人措手不及。他的大招是个群体技能，即使是面对五个人，白起也可以将他们全部嘲讽，接着就可以配合队友将敌人全部击败。大家觉得还有哪些英雄的开团能力也很强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